神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阿们吗？阿们，让我们拿出我们的热情来赞美他，阿们，所有的人拍手，为了早晨热情的歌颂，我们全能的神在我们当中，阿们，阿们，一起来唱，阿们，甘露降在我们心田，蒙爱人被除息，像是在西南山，这里是天地门，这里是神的殿，耶和华笑脸坐在我的中间，黑门甘露降在我的心田，我爱人被主吸引，像这个西南山，这里是天地门，这里神的殿，耶和华笑脸坐在我的中间，哈利路亚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路亚，高唱的刹那，这里是天地门，这里神的殿，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阿们，继续热情的拍手，再次热情来宣告，黑门甘露降在我们心田，蒙爱人被主吸引，像是在西南山，这里是天地门，这里是神的殿，耶和华笑脸坐在宣告，哈利路亚，再给我们神最大的欢呼，他笑脸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阿门，阿门。有没有很有信心跟你旁边的说，神现在就在我们当中，神现在就在我们当中，阿门。在我们当中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阿门，阿门。是掌权直到永远我们的真神，阿门，阿门。好吧，让我们在这时刻高举我们的双手，我们就来敬拜他。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我们永远信靠。用我心中的话成为我意象，我别无爱慕，为主我敬仰，主我心向往，水着火水清，此荣是我光。就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智慧，成为真言，我愿将跟随主在我身边，你是我神父，慈爱无比，你常居我心，你我不相离，你是我臣服，慈爱无比，你常居我心，你我不相离。
成为我印象，我别无爱慕，唯主我敬仰。主日夜居首，我心向往。睡着或睡醒，自若是我望。主日夜居首，我心向往。睡着或睡醒，自若是我望。睡着或睡醒，自若是我光。主，感谢你慈容永远照亮我们，照亮我们生命的前方，让我们一直一直渴慕着你，想要更深的认识你。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祂柔美。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这也是你心渴望向他唱。有一件事我曾寻求，主，我曾寻求，现在我仍然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荣美。有一件事我曾寻求，主，我仍要寻求，向
兄姐妹，今早你来这地方寻求的不是突然，今早你寻求的是永恒的主，是复活的君王，是带领我们得胜的救主。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今天要寻求到他。今早主在这个地方，今早要寻找到他。Amen。前面敬拜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了，现在你唱诗歌的时候他仍然在这里。所以等下数到三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喊三声主啊，尽情的向他来祷告，尽情的来赞美他，尽情的把你的需要告诉他，因为今早在这里我们要一起来遇见神。 Amen。 一二三，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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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亲爱的主，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翻转，生命被你来改变。主啊，今早弟兄姐妹要遇见你，要遇见你。主啊，上个礼拜有遇见，今天还要遇见，姐妹，今早我们要在这里与主相遇。Amen。 但弟兄姐妹，我要更鼓励你的是，不只在神的殿中寻求他，在你的职场中也可以寻求他，在你的家庭中也可以来寻求他。当神进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就可以被翻转，进到我们的职场，我们的职场就可以被更新。所以上帝要把那个生命的得胜也让你带回你的职场里面，带回你的工作里面。所以一起为你的工作来祷告，奉主的名，上帝要在职场中与你来相遇，在你的家庭中与你来相遇。再过两个礼拜就过年了，把上帝带到你家的年夜饭里面，把耶稣放到你家的年夜饭的餐桌上面。有主同在的地方，你的家就要成为幸福的地方。你的家过去的纷争，奉主的名，今年要变成和解，今年要变成幸福。今年众人我们都领受天上来的恩典。一二三，一起来祷告。主啊，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让弟兄姐妹过一个快乐的年，过一个平安的年，过一个喜乐的年，在职场中也经历你的恩典。谢谢耶稣，赞美耶稣。主啊，让我们今年经历你的得胜，在过年的时候，每一家的团圆饭上面都是充满欢笑，数算恩典。谢谢耶稣，赞美耶稣。主啊，我们将今天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寻找就可以寻见，叩门你就为我们开门。谢谢耶稣，赞美耶稣。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家中寻求到神，不是增加愁苦，而是增加喜乐，是增加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 Amen。 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你看
开心可以每一个礼拜在这里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敬拜神， Amen。 所以今天呢，不晓得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新殿教会跟我们一起来参加主日崇拜的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这边跟我们一起参加聚会，等一下当我数到三的时候，请你从座位上面起立，我们想要欢迎你，想要认识你，一起加入新殿教会这个大家庭。所以新朋友预备好了吗？一二三，请新朋友起立，有没有？哦，后面这边就有一位哈，新朋友，欢迎他。中间这边也有，欢迎你来聚会。再给我们新朋友热烈掌声。